大家好，我是大장진리잉아이。코로나19로어려운상황속에서도위기를극복하기위해지금도중국국민들모두가각자의자리에서최선을다하고있습니다대장금에서역병을이겨낸것처럼중국도반드시이겨낼거라고믿습니다힘겹게싸우고계신의료진과중국국민들모든분들에게진심을담아따뜻한위로와응원을보냅니다중국의가장가까운친구이자이웃으로서한국인들은도움의손길을내밀고있습니다한국기업및각계인사들은적극적으로물자와자금을기부하고있고많은시민들도응원의목소리를높이고있습니다患难见真情我们将永远铭记韩国朋友这份雪中送炭般的深情厚谊在中韩两国政府的携手努力下两国人民同舟共济一定能够彻底战胜疫情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